财务外有信心无罪吗？清楚走啊！你知道你垫什么类似吗？谢谢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市长安安，高雅高红安，顺利当选新竹市长了。高虹安两年前逆风突袭，成为民众党唯一选上九合一大选的首长，但同时也是最常进出法院的市长。新竹是我们大家港最美丽的市长，高虹安市长，欢迎市长。听到市长两个字，高虹安表情迅速变化，只见他转身露出灿烂笑容，还75度鞠躬。但一坐下，高虹安若有所思，外界都在关注这笑容能维持多久。神情严肃，故作镇定，这是他上任市长前两个星期被大动作约谈，涉嫌诈领助理费。高虹安当时以60万交保，上任后贪污案继续烧，拿公积金买双眼皮贴，这些细节全都曝光。小兔账本里头有超过500笔的金钱进出，不仅包含助理薪资、以少报多和上缴公积金等等，甚至还有记载的是高虹安使用零用金等栏目，包含说他买饮料、买早餐、洗头和置装，还有多买的高铁票，而公积金宛如成了高虹安的提款机。被检方痛批公司不明、贪图小利，还被拍到搭保时捷跑行程，住在高档豪宅。时间回到高虹安被爆出出入的高档豪宅，就坐落在丽池公园的正对面，而他更号称是新竹五大豪宅之一，实价登录要价5000万元，而他到市府路程只要7分钟。高虹安当时解释是男友李中庭租的，但止不住风暴，再被爆料男友干政。高虹安上任1年7个月，争议不断，官司缠身，但今年6月施政满意度仍达60%，其中道路交通安全、通学步道、进城专案、校园建设或超过80%以上，市民肯定。市长声量更在网络温度计10大县市首长上排名第3。就算深陷贪污案，支持者正在法庭外狂喊市长我爱你。这市长之路一路颠簸，各种滋味只有高虹安自己体会。本新闻，林尚玉、彭新美在台北新竹报道。